老师好，我是十五号选手肖战。经过这九周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词，一个词是感恩，一个词是成长。感恩感谢所有的老师，还有我自己，还有小伙伴们在九周的付出。成长就是我真正切切在这里学到的东西，让我非常所用、受用。那我的关键词是温水。一句话解释一下。如阳光一般温暖，如水一般干净透彻。谢谢，我带来的歌曲《残酷月光》。也抵不过眼泪。